四月和主播卓君泽结婚，日前接受访问时也大方坦言夫妻俩正在积极做人，没想十八日就传出好消息，经纪人也证实老婆已经怀孕四个月，正式升格当爸，威廉非常开心宝宝的出现，也分享因为老婆很喜欢吃百香果，所以目前宝宝的小名就叫百香果，也预计会在月底的时候介绍百香果的性别，也表示不管是男还是女，夫妻俩都非常期待，威廉笑说无论男女他都会尽力培养他们成为台湾顶尖的运动员，同时他也分享怀孕期间老婆恶心跟孕吐的反应都很大，目前有吃益生菌搭配中药调养，而他现在就是希望能努力当神队友，抚慰孕妇的心情，照顾好宝宝跟老婆。